插足成功也罢了，最可怕的就是无名无份，只是被人当成玩物。歌手自勤隔日乐就曾与臧天朔同居，怀孕甚至被迫堕胎，而此后媒体爆出臧天朔早已经秘密结婚生子，自勤隔日乐知道后一度崩溃，甚至想到自杀，两人为此结束3年恋情。自勤隔日乐事后失望地对媒体说：“我和那个人没什么关系。”